这个可以讲，这是一个鹅嘛，你来，这是他这个手，这个手在那边，我这个手这样子，这个力量要有，所以当我这个步上的时候，这个力过来，然后起来，这个力，这样能懂？所以你的走这个盘旋，这个盘旋有，你看，所以它往前进嘛，你看，所以这个力量往前进，这个力量在这里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个力量又来了，这个力量又往前，你看，所以这个力量往前去，这个力量又接上来了，这样不懂？这个力量再上来，这个力量再上来，所以力量是一直，你看一直在盘旋，一直在走，一直在，你要跟到这个力走，要跟到这个力，所以不要，我昨天讲的那个重心的变化，所以不要这样，你看我这样走，重心没有变的啊，所以这个手上是空的。看不到，当我这个手往前走的时候，重心就移到它上面去了。啊，看，走，你看，重心就到这个上面来了，所以脚步才会跟上来嘛。看，有没有？这个手上来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。这个再上来，你看上来，如果我这样走。你要知道你在干什么，这样不懂？你看力量跟到走，啊，走，身体脚步，我在这边，这样不懂？再试试看。